真鼓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猫猫，我觉得人生变了。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，是一首英文歌曲。那它在讲述的故事就是当年在南斯拉夫战乱的时候，克罗埃西亚的一群孩子们的故事。那当然这几年台湾虽然没有什么流血的战乱，但是其他的时候纷争也是不少。那我们先听这首歌，祈求天父赐给他们平安，恩人和祝福。Crying Jesus